真的假的？你的初吻年龄是？Lucas and Kibo。Hello， 我是 Lucas， 我是 Kibo。今天啊，情侣叠叠高，每个积木上面它还有字儿，然后就是真心话大冒险。输了的人怎么办？输了要被那个赢了的人在屋里走一圈。好，好，我喜欢这个主意啊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规则。干嘛？我突然想到，那如果你输了，你背我，那不是很轻松的事情吗？我这么轻，你提了，我也同意了啊。所以我就按规则来，那是我考虑，不能随便改，那是我考虑不周到。我尊重你才让你提的。好，我们就按这个规则来啊。什么意思嘛？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别闹，再闹，怎么背你嘛？再闹，怎么背的根本背不动。没关系，好，谁先开始啊？石头剪刀布。这么轻松的吗？对啊，你会做菜吗？会。你现在会做吗？还是会啊，只是现在都是你做而已。因为现在做的都不是吃的东西。哎哎，这个没，还是空白的。哦，有点紧。哎，目前你最大的愿望是？我目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和浩珠一起去冰岛旅游，我们筹备了很久，但是快了。哦，不行，有疫情，可能得等疫情过后。反正快了，快了。哇、哦，运气太好了吧，好顺滑，你看我拿的。对窗外大喊：“我好寂寞呀！”快去吧。哎，你就在这大喊吧，就在这大喊吧，这大晚上的啊。扰民了，对。我好寂寞呀。待会邻居就找过来了。这么简单的吗？那当然。你最短的一次恋爱发生在什么时候多久？最短的是一次应该是在大学的时候吧，有一次就一个星期。哦，因为一个星期，因为不合适，就是见面了，然后三观不合，所以就和平分手。哼，好像有点紧了。哎呀，来求求你出来一下好不好？他重心在那边。哎呀，还是个空白的，就给拿下来，真的是。你还不想要空白啊？那么想玩啊？这么简单、啊。你身上最傲娇的部位是哪里？明明是最骄傲。哦，最骄傲的部位。骄傲。骄傲啊？那当然是。哪？啊？非要我说出来吗？要说呀。就太骄傲了，不好说。你这是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嘛？你这是怎么？你还不认同吗？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个部位了，你还不认同吗？恐吓的不算啊！你有多少暧昧对象？怎么可能有？真的假的？你这话说的我就不爱听了。什么叫真的假的？我和谁？你告诉我。包子不算一个吧？啊，行吧，包子。哎，对。我和包子暧昧，毕竟每天你走了之后只有他陪我。我和包子可恩爱了。那我一点，那我没关系，这是我允许的。哦，表情啊，哦哦，拿不动。别动，别动，别笑。其实你知道我现在腿有点麻吗？说说自己最丢人的事。最丢人的事莫过于我小时候掉进过粪坑里。那可是挺丢人的。就当时我住的那边嘛，然后就有人就弄了那种井，然后里面都是肥料。当时还是幼儿园，然后我和我的小伙伴要从那边过去，就是冒险嘛，几个小男孩子，然后他们就很顺利的就走过去了。然后他中间有个横梁，然后我就去走那个横梁，结果我不知道怎么的就掉下去了，真的很神奇，他就一下子就窜过去了，然后我跟上去，结果我就掉下去了。然后当时幸好我的两只手就一直抓着那个井的边缘啊，然后我就一直抓着，因为我的脚碰不到底，可能还是我也不知道有多深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有多深，我就一直那样抓着，就等他去喊人来救我。然后他就找了一个同学的父亲，然后把我一把给拉上来了。然后那一路全都是我的脚印，臭臭的，因为都是肥料，有可能你就看不到我了，知道吗？该你了，确实挺丢人的。写首自己最最喜爱的歌，你就唱两句吧，最喜欢的歌，应该是《勇气》。爱真的需要勇气。最喜欢的歌难道不是你写给我的那首？那是我写给你的，但是我最喜欢的是这首。你写给我的不是你最喜欢的歌？啊，好，我知道了。
你为什么打断我嘛？我正期待那首歌出来呢。我没想到你居然开始唱勇气，真有勇气啊！啊，我来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的初吻年龄是？初吻啊，零岁，我妈妈就夺走了我的初吻。这也行吗？真的是，那你那真的每个人初吻都在那个时候就没了，真的是，哪有这样的呀？真的是，该你了。他居然哎呦！你为什么会要拿这个呢？为啥不能拿这个？你拿了这一大半边，不就底下的连支撑都没了吗？你是猪吗？但是你已经拿了 ，Keyboard 已经说了，他已经说了，他居然选了一块我都不想说的，就相当于这样两个立起来的，然后大概是这个样子，然后 Keyboard 选择了这一块。好了，今天的游戏赢家就是我了。别拿了，你输了。我重新来吧。准备扛我吧。不行，这个不算啊。我最近减肥了，很轻的。我感觉最近在增肥啊，可是。那你就扛，增肥怎么 ？OK。我刚刚本来还说给他替换一下的。替换什么？替换，就是那个。就我想要，就我比较喜欢，就轻的，来，不是一下，要十秒，十秒来吧，伸出舌头，那你砍我啊，来吧，听到鼻子了，好了，现在你该砍我了。什么呀，不你愿赌服输啊！到时候我就把这一段剪了，然后大家就看到你要接受惩罚。你赖皮，这不跟你玩了，小次真的是没意思。那再来一个。什么呀，又一次送。还要吗？OK， 来。啊给我想的惩罚，闭嘴吧你！我感觉没有被惩罚到啊。怎么了？我还可以跳呢。你是不是？我一想到，我还是很有力气的，好吧？不给你玩。